这个拥有奇怪外貌的裁判让许多球迷过目不忘，靠着这样的外表以及公平而准确的判罚，科里纳成为了意大利裁判界的大红人。许多重大战役，诸如意大利国家德比、米兰德比、罗马城德比等，都曾出现过他的身影。就算是欧冠焦点对决，甚至是决赛，都有科里纳执哨。科里纳执法的最高光时刻要数2002年日韩世界杯。这届杯赛上有着太多臭名昭著的比赛，但数场焦点对决，科里纳的公正判罚还是赢得了球迷们的赞誉。英阿大战，宿敌之间的交手，科里纳强大的控场能力确保了比赛的顺利进行。在他的见证下，两队的恩怨也暂时告一段落。在巴西与德国的决赛赛场上，科里纳的判罚精准无误，他对这场比赛的节奏控制堪称艺术，几乎没有球员在科里纳哨响后讨要说法。罗纳尔多梅开二度，桑巴军团完胜德意志战车，第五次举起大力神杯，科里纳亲自见证了世界足坛第一个五星冠军巴西队的诞生。赛后，科里纳第四度当选世界最佳裁判。